哎，基本上就是50分钟会下课嘛。一定要吗？哎，是一定要。我不能像刚刚一样这样子上。你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情。只是我要下课而已。好。可恶。我们这学期主要是先从运动开始嘛，运动。看起来真的是。请说说看，时间的意义是什么？时间。Yes， 没有意义的。在那个地势轴上的某一个地方，什么叫做地势？来，同学，停！别人讲话都记得听一下。有个人说时间没有意义，有个人说时间就是地势轴上的变化。好，那么什么？你说事情发生的时候。事情发生，事发生后，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，还有没有？对，老师，因为我看到 BBC 上有一个报告说，你这边说时间是怎么算？你说 BBC 啊？对吧？我还没看那影片，但是我听说过了。对。你没有看过星际效应吗？有。真的？没有。我不要看。哦，都看过了。他怎么说时间的？他有说时间吗？哦，对，我想起来，他好像讲说，讲那个风暴。时间为什么会不一样？好像是因为我忘记了。因为什么时候？但是因为我忘记了。好，是什么呀？没有看。时间就是时间。时间就是时间，这什么解释啊？就是解释。不要拿题目来当答案嘛。7:1，哎，时间是什么？不要管我，不要管学术上的定义，不要管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说明太学术性了。我等下继续请教你。你要对你自己说的话负责。你既然说了这句话，你就有责任去解释你的意思哦。来，那个他们，我讲的是你的感觉，时间是什么？时间是什么？来，同学说看，时间是什么？那我还是来投票吧。你想想看哦，我再问个题目，你如果想不出来的时候，你要回来举个例子说明看看也可以。我们都从例子上去说明它，慢慢的去聚焦，慢慢的去收敛，才会得到一个类似定义啊，或者是类似一个解释这样。啊，有人说时间没有意义，难道时间真的没有意义吗？真的没意义啊。时间什么叫做时间没有意义？就是它没有特别的理由，就这样，警察会讲的，就这样。我会讲到，就是我没有理由啊，就是我讲到啊，大概这样。因为你的脑下垂体分泌是脑皮。时间对你来讲没有意义，就像你会长高，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所以时间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，是这意思吗？所以时间没有什么必要去解释它。所以，那我可以问你，你怎么知道时间存在？时钟啊。时钟，所以你是靠时钟来看到。所以，假设你有个时钟是坏掉的，你就不知道时间了。啊，知道啊，就是。很多东西都会变化，像是太阳球，像是我指甲短长长之类的。OK， 好恐怖啊！突然长，已经变种了。所以其实你会觉得时间，你会觉得有时间，是因为你感受到什么？感受到变化，感受到变化。OK， 啊，就是你感受到变化。变种。好，同学，你们说看时间是什么？对你来讲，时间是什么？会让我老的东西。会让你老的吗？你是同学吗？没有。我同学，你跟你坐。老面说一下。浩轩。我老师说会让你生长知识的东西。会让什么？会让人生长知识的东西。会让生长知识，会让人生长知识的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生长知识。所以有时间你就可以生长知识。耶！学姐，你可以不用来，我回家。什么时间？本时间。时间呢？时间就是等待的就会有秩序。睡觉。时间就是睡觉。对啊，时间是拿来睡觉的。时间是拿来睡觉。对啊，对啊。可是我没看你睡觉，现在。你现在没有睡觉。一点半我要起啊。是你叫我们停停停停停，这不关大家的事情，你们讨论这个，你们自己的时间。现在大家的时间在一起，我们讨论时间，好不好？今天起来不关我们的事。不关忙的。好，
我是主席，所以要有必要维持这个讨论的这个不是客观性，我也拉回来主轴。所以时间基本上是好像是这样定来。所以冠军你要说看哪？什么是第四道上的变化？就是第四走就是时间走啊，但是我们正常应该是要时间走啊。啊，因为三走啊，然后第四个走就是。时间变化，然后它通常是按照那种正常的方式在走，就是加一加一加一，就是应该没有办法给一点点吧？搞不好可以。对，所以搞不好可以。所以这个只是我们观察得到，是观察不到。观察不到。观察不到，为什么观察不到？可能观察得到，可是你没有办法表示它。没办法表示它。时间可能没有结尾。对啊，时间怎么样表现？时间怎么样表现？可以，就是说你可以从现当下为零，然后某一段之后为可能三年后，然后为单位场一，然后六年后为单位场二，这样。可是我也可以问啊，说去年你在哪里啊？我也可以往前追啊。对啊，所以前年你在哪里？所以当时间轴负的，所以你可以用当下当成零的，所以可以变成。一条走，所以可以观察到吗？可能可以，可能可以。有些东西可以啊。可以不可以是什么定义？什么叫做观察得到？什么叫观察不到？就是你发现我变化了。我发现你变化。就是说，假设说，我现在不是像一支笔，然后你往前走，就是你从当下开始算十年后跟10年前，它都长相同的东西，可是时间轴有在跑，可是你没有办法发现它有变化。啊，赵东他说什么？他说时间轴你们等一下啊。啊，其实我觉得他在讲的东西我跟你讲。OK， 每个人讲都要听啊。那因为刚才他讲的很有基础啊，他讲他一直讲说什么你可以证明，你又不能证明，对啊。对不对？没错。所以啊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其实要教你是因为你在做这个事情。但是我要讲的事情是说哈，因为老实说，我希望我们的知识的成长是靠讨论出来的，不是我单方向告诉你的。如果只是我单方向告诉你的话，你是会越听越无聊，越听越无聊，身上就思绪完全跑掉了。那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讲一下？因为像每个人对一个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。他看法也许对，也许对，你要找出他的问题。我们对任何事情都是要抱持一个怀疑的态度，好不好？甚至我希望你们对科学，事实上对任何学科都一样，要抱持一个怀疑的态度。对，所以你们大家就要保持一个怀疑，你叫你们讲错。好。英文的东西比较特别，跟中文的东西比较特别，它属于工具类的东西，属于工具类的东西，你要抱持怀疑的比较少。他比较偏到后端，偏到后端意思就是说，他刚刚讲的是中文话，中文是不是中文？对啊，是普通话，是吧？不是讲普通话。他讲的这些东西之后，你是不是听得进去？你每个字每个字拆开都听得懂。斗在一起之后，就像赵东讲，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把他搞混乱了，对不对？这是问题啊，懂？这就是接下来要怀疑的，是我听错了，还是他讲的问题？是我逻辑有错，还是他逻辑有问题？这就是思辨，这就是思辨。实际上，我认为哈，每一个学科都可以拿来当思辨，尤其是自然科学，因为自然科学很多客观标准，很多客观标准在那边，你可以透过客观的标准来看一个人讲的到底对或不对。啊，那如果说属于人文科学，比较没有客观嘛，我喜欢这朵花，他不喜欢这朵花，这种客观标准。我喜欢就喜欢啦、啊，我不喜欢就不喜欢啦、啊，对，说不定你们有人讨厌我，讨厌啊，这什么标准，对不对？可是地球绕着太阳转，这个说你喜欢或不喜欢，那就不转，对，它是标准，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存在的东西。它拿来当思辨的时候呢，你不会说因为有个人喜好去改变它，哦，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思辨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在讨论这种东西啊。事实上是还蛮好的，就是说你去听听看别人在说什么，他哪里有讲错，
我们讲错，你觉得哪里逻辑不通，我没办法说服你，你就当下提出来，这样这个科怎么变得有趣？你在学习学的比较多 ，OK。所以你在表达每个事情的时候呢，接下来啦，不要文字，怀疑另外一个文字是你要表达，你要组合你的表达能力。写学习单也很多人说啊，老师我可不可以写？你我说有没有，你直接回答有或没有就可以好了，对不对？这是变简答题嘛？可是不是啊，我们都要深入，你就有为什么有，没有为什么没有，要解释清楚，就是文字的力量，你要解释清楚。就像今天刚刚过演讲，意识怎么变化？我劝他解释清楚，就要考验他文字的表达能力，对不对？他脑袋里面可能有想法，可是你怎么说把这想法，你又没办法把脑袋剖开给大家看，就要看你不见懂嘛、啊？对，大家脑袋都长得一个样嘛，对不对？那些小东西，好，就算在你还有加脑波图，看起来都波动在跑，你这样在想什么？还是不知道、啊。所以我们脑袋所想的东西，一定要怎么样？要透过语言的表达，或者是在文字的表达，你才能让别人知道。所以在这堂课，你要想说自然科学也不是哦，这是在这堂课上台的就是表达力的表达，表达力的学习，你怎么把你知道的东西表达出来？对不对？所以不能一直常说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要说说看。每个人一定有一些想法，要试着说说看。这很重要，这也会影响到你作文能力哦。你越容易说的，你的作文能力会相对越好，你越敢表达。好，那其实在这边有个状况是，另外可能性是，你不想讲是因为你不好意思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所以你要突破的是心理障碍，那就不是能力的问题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要试着去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，用自己知道的文字把它表达清楚。你讲得越清楚，那就是你的能力的提升。然后你要克服你心理障碍，不要觉得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，赵总？啊 ，OK， 非常好。对他刚说你，他刚哥说，好了，走是可，哎，是不能被证，还要可以被证。他说可以观察，不可以被观察。来，冠元，啊，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再说明清楚，你再说。太多了，刚讲哪里了？哦，我不知道，你要重讲没关系。哦，时间走。或许可以被证明，但是，时间轴是被证明的，但是它或许没有办法被观察到。像是，这是一支笔，十年前它是相同的笔，十年后它一样是相同的笔，它没有做改变，可是时间轴有在跑，但是你没有办法从这一支笔来观察到时间轴改变。你怎么知道时间轴改变呢？对啊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证明说。有你刚刚说时间轴改变是被证明的、啊，只是我们从这支笔上没办法看到时间在改变。这支笔上没有办法看出来。那如果没办法看出来，就你怎么知道时间轴在改变？所以你可以用其他东西去证。OK， 所以其他东西在改变嘛？对啊。所以时间轴在变化嘛？嗯。对不对？所以不是不能观察嘛？对。对不对？所以时间轴有在改变，它可以被观察，因为我们只要是我动作有改变，你就可以知道时间在跑。对，所以很简单，其实中文堂这边，不管是子宏讲的，不管是，浩娟讲的，啊，浩娟讲生产知识啊，然后那个赵东讲变化，其实都只有回到一个原点，时间，我们观察时间，或者我们觉得时间在跑，只有一个是叫做变化，你东西有变化，你就觉得时间有在动。你觉得东西有变化，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大变化。其实浩轩讲的也是哦，随着时间的变，随着时间的经过，我越来越多知识，越来越多，也是一种变化，是一种变化。我懂得越来越多，也是一种时间变化，也是一种变化嘛。我透过变化，因为我有经过一些时间，所以假设，你可以想象吗？你先进入一个环境，就你感受不到时间。什么样情况之下让你感受不到时间？不掉，不看，睡着的时候死掉，停。睡着是有时间的、哦，死掉你没有感觉，所以死掉不讨论。我讲的是活着的情况之下，你进入某个情境，慢慢。啊。现在到底几点？或者是说，我从我来到这边来多久？或者是又过了那天，到底又过了多久？老人痴呆症。我们讲是感觉正常的时候都没有
话都没有东西在改变，在什么城里面都没有人啊，哪里有任何植物？你待在一间空房子里面，然后什么空房间里面，然后什么都没有，有东西啊，被关在那种什么黑色的牢里面，对啊，就是像那什么，在一个无生命的房子，天文馆的那个什么全黑的那个房间里面，然后就你又没有办法感受到。啊，可是我自己在空间空房挺好，你的大脑在运转，你思考的东西，你的大脑在变化。可是你会大脑在变化，你感到你自己的思想。可是你会感受到很清楚，感觉说我现在想这件事情，到底把这事情想完了隔了多久？无法。你有办法清楚知道，我应该是隔了八个小时，我肚子饿了，我隔了六个小时，隔了。他肚子饿是另外一个人，后续跟管他。他如果在听，他这样做有在听。他现在你脚上面，他就他在画那个，他在画一些符文啊，要保护自己，对不对？坏事做太多，七月到了。要画一个事情，对不对？了解，这很重要。要打手印呢，是不是要打手印？没有。不用啊。其实在上面写我喜欢的。你喜欢的，你等于说，所以比如说假设，其实刚讲那个假设是进到一个。进那个空房间，你会不会有时间？会吧。为什么？刚进去的时候会很开心。因为只是空房间而已，你还是可以看得到外面。你假设没有窗户。没有窗户，就是一个房间，然后你走可以视野，应该还是可以感觉得到吧？怎么样说？为什么会赶上时间？累啦。累了会赶上，因为身体有反应。我觉得啦，我自己觉得，假设是空房间的话，会感觉时间清楚，我可能在里面走动，我还觉得有变化，我会觉得远近有改变嘛，这墙壁离我越来越近，会越来越远，还是有改变嘛，我还觉得时间有在变化。假设被关在里面大概一年的话，你就把时间有改变。有可能，那是时间就拉长，对不对？那刚刚讲的就是，假设我进入到一个乌漆嘛黑的环境，然后整个都。看不到边际，我进去里面就开始会没有时间感觉了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走多远，我一路在走。当你的感觉被关闭的时候，感觉被关闭的时候，感觉被关闭。对啊。因为你们走路的时候抬起来，再抬到胸口，觉得上脚有上下变化。可是你假设时间再拉长一点的话，你会觉得你到底踩几下，或踩多久？你假设你会都一直摸不到边的话。其实就又会进来，就是人一种空虚的恐惧感。对，就是不知道到底，不知道，甚至你不知道你到底存不存在，你知道吗？哲学在这些，你会甚至说，在那个情况之下，甚至会忘了自己到底存不存在啊？你知道吗？其实有时候我在想打坐这件事情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亲戚朋友在研究打坐这件事情。你要打坐的人或者念经的人，他会等于是念眼睛。或者，这种他就是，其实不是哦，他反而是要制造一种就是无限延长的一个空间感。哦，就是重复。因为重复之后会让你忘记这个空间时间的概念哦，会进到一个就是你时间跟空间都已经非常都不存在的空间，那就是一种回到一个虚无的环境和情境之下。你才能够把人整个镜像，他要那个，他要创造那个环境，所以你念经、敲木鱼，就是不断的要创造那种，就是一直像身上这个念那个，身上说那念那个经文啊，你像那个东西啊，会让你的脑波形成一个固定的波，也会让你整个会固定下，对，那是蛮有趣的，对，会蛮有趣的，会让你思考整个纯净下，他没有思考，他又没有思考。啊，不是有时候什么睡觉，就是睡着哈啊，我知道了。那我昨天在公司那边睡着，然后大概在我不知道在哪边，然后我睡着，我醒来之后已经到天窗那边在司机叫了，然后干，然后我就你骂司机干，叫起来为什么骂了司机？然后他干，现在已经到哦这样子，然后呢，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过了多久啊，深入睡眠，就是你进入一个那是一个深入睡眠。没有感知的情况，也就是刚冠宇讲说，如果把声音都关掉的话，把感觉都关掉的话，是有可能听到那个情况。但是感觉关掉比较不是说把那个手机都夹起来，对，但是这个比较是属于深。
身体方面的处理。但是我今天讲的是说，我们怎么透过一个，比方是创造的情境或心理方面去。啊，有点感觉自己身体细微变化的好啊。对，其实有另外一个就是去感受自己身体细微变化的时候，你会感觉时间存在了，你会觉得时间又存在了，啊，那种时间存在感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没有第一题之下，你可以感觉到什么是时间嘛？那时间很重要，是因为思想怎么写？写时间对你的意义啊，没有意义，不可以写没有意义，没有什么事情是没有意义的 ，OK？ 他的存在没有什么事情是没有意义的，所有事情都是有意义的，好不好？缺点，我提醒你哦，我提醒你，其实你这个想法是比较危险的。我知道我很危险。我们讲了，文字都是有力量的。啊，有一个说法叫做。我们那天要讲什么？秘密，有看过《秘密》这本书吗？秘密的事情。啊，一点一点。啊，他其实讲的事情就是文字的力量，什么力量？新手拿的东西。哈哈哈。他讲，然后被小哥吓到。半个小时。我没有讲那么可怕的事情。那我讲，他《秘密》那本书讲的事情是文字的力量，他讲语言的力量，文字的力量，就是说你告诉你自己什么，你就会什么。你告诉你自己会成功，你就会成功。如果你告诉自己说我没有意义，你就变得没有意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不要让自己一直陷入那种是去否定自己的那个自我摧毁。对对对，你不要进入自我否定的情境里面。如果你在自我否定，你就会变成就是你否定那个样子。好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这世上的很多科学的证明都存在，像你的马卡龙的实验，他那一群人，旁边那一群人，他分了两批。一批正常，一批就说哇，你知道吗？你这群人是我们经过挑选，名次很优秀的一群同学，你们的智力都超过其他同学标准，啊，一直不断的有那种，他会越来越好，他们不会搞一些，我们是低等的。那是态度的问题，那是性格流量，但是不，没有这样，但是都没关系。但是事实上后来他们真的越来越好，就是他们经过这样的刺激之后，而且他们自我认知提高了，他就越来越好。好，所以其实你要真的要相信啊。虽然秘密那本书有时候想到我要去市区停车，我就心里想那边有个停车位，那边有个停车位，但果然有个停车位。不是，不是上一套车，他是这样说的啦。他就是讲的跟什么深夜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差不多，有类似的意思，就描述嘛。不是啊，就是很多东西是心想事成的啦。我为什么叫马卡吃的这个？是马卡龙吗？还是什么？毕马龙，马卡龙，对，是马卡龙，毕马龙。好，所以哈、哦，你那个想法要调整一下，好不好？你是有意义的，啊，是有意义的。好，我们想象一下哈、哦，有一只蚂蚁 A， 在一家车里面的意义到底要怎么写啊？赶紧修啦！开心怎么写都可以的。我们讨论了快半节课，你现在不用。没有，我觉得时间的意义就是没有意义。不会是没有意义，好不好？对，我还是没有意义。好吧，他有意义。不要。那就写下来，好不好？因为我先讲的。写下来。题，同学，回来，我们现在move on到第二题。想象一只蚂蚁 A 在一条直线上移动，向右边走了五公里，另外一只蚂蚁向。五公分啊。那五。5公分，另外一只蚂蚁向左走了10公分，我们可以说蚂蚁 B 走得比蚂蚁 A 快吗？不能。为什么？不要说时间，时间没意义。有意义吧？有哇。对不对？很简单，从这边就看到时间有意义啊。如果没有时间，时间如果没有意义的话，你怎么说 A 比较快 ，B 比较快？对吧？啊，所以我们讲说，沧海桑田。沧海桑田是讲了一个很大时间变化，就是说以前这个地方据说啦，清水这个地方住了1000多个人，你可以相信吗？哇，可以啊！我们后面那边有一条街，听说每天晚上都是它是非常热闹的不夜城。有啊，你可以想象吗？不是啊，就是那条街啊，就往山里面走那条街，那条马路两边都是。我无法想象，我
你看他经过多少？他经过多久？经过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呢，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变了，完全变了。好，所以时间的变化是很可怕的。有人说啊，譬如说赵忠跟我有深仇大恨，我非他杀也不可。我相信。你知道吗？在金庸就说了一个事情，他说，世上这些事情都可以解决，解药是什么？时间啊，时间啊。会，我仇恨会慢慢在久。对啊，我气他太久，把他杀了，不过就是他死嘛。对，他气的气很久，他不就把我给杀了，也是要死而已嘛。可是很简单，你都不用去拔，你都不用去杀他，他过一百年他还死啊。对啊，人间可以化解冲突。啊，是不是？那这事情就是过了嘛。你要杀他，应该只是想要让他觉得，啊，不要杀我，我怎么会这样？哦，就这样的感觉而已的。对啊。要求的感觉的。哇，太求了，我真的屌。那如果他不求嘞？他不求我，那我杀他也没什么意义啊。对啊，那所以就不用杀他了。对啊，就不用杀他。对啊，对啊。比较威胁他。我不会让他死得很痛啊，哦，痛苦的，对，痛苦是固定的，有可能他年纪大了，老死也很痛苦啊。要变痛苦啊！要变痛苦，要更痛苦的。让你得三刀，每天给他喂。痛苦你有什么？你有什么好处？你会开心，都要爽。给他整奶吃。啊，所以那个你的快乐是建立在别人痛苦身上，不是学脸。学脸。把两个抠头。我不喜欢客人的搞基，好不好？我没有搞。麻烦你回来坐好。真有事。没有这件事情，想睡觉就跟我讲，我那边棍子我可以打你十八掌，十个屁股就不会想睡了。哎，有我也可以。哇，还有这样。把来花头，这个不错，这个太好了。好，第三题，一只蚂蚁在一条身上移动，身上长度刻画，当蚂蚁通过零的时候，我们开始计时。以下为每秒蚂蚁的位置。实际上不是每一秒，就是时间点上，比如零秒、一秒、两秒、三秒、四秒、六秒、十秒，请根据此表画出位置跟时间的关系。垂直轴是位置，水平轴是时间。有没有办法画出位置？什么叫通过零公分？就是这条线上，我这边画个点，这叫零公分。往右边是一公分、两公分、三公分、四公分、五公分，然后就往上叠加这样。那我就开始看，那只蚂蚁在几秒钟都通过哪个点？看懂意思吗？好，请各位花五分钟把这个图先画出来。好，等到10:00就好吧。什么叫我看到了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好，一秒钟我放在0:00的位置，我两秒钟了放在3:00的位置，我三秒钟了放在4:00的位置，懂意思吗？啊，对，他这个时候是10秒钟要跑8:00，他往回走。对，这不在赛跑吗？谁在赛跑？我没说他赛跑。是哦，题目我说他赛跑吗？我好像有说了。是，垂直轴是垂直轴这样垂直轴这样，垂直轴。对。可以下课了哈，已经下课了。下课可以，饿可以吃蜜胖吗？